那经本分局获报之后马上派员到现场勘查。那到现场初步确实有闻到异味。那初步有看到一具遗体。那目前身份还在辨识中。由于这个死者失联已经一周目前还在请鉴识中心到现场来勘查对他的身份。因为案情比较特殊本分局已经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那我们有锁定一名关系人，那积极的在查缉到案中。